台北市幼儿补助交流中心陪伴真侪亲子走过十冬的时间，现在宣告改名为台北顽固转运站，除了会员权益无变，并新增加顽固交换、顽固门诊等的服务，或者有饲囡仔的家庭响应存款共享顽固组织服务。小朋友提起七头米小火车，在桌顶就升起来。台北市社会局结合台湾顽固图书馆协会，在花博公园花海广场办理玩具园游会，吸引超过300位大小朋友做伙来参加。不管就是他们觉得说有些玩具可以交换，家里有点还不错，对啊。台北市社会局长姚淑文、台湾顽固图书馆协会副理事长王雅贤，做伙合力启动顽固列车，宣告将台北市幼儿补助交流中心正式改名为台北顽固转运站，并新增加顽固交换、顽固门诊服务，让顽固会当继续存款共享。我们希望玩具转运站可以带给小朋友有更多更多，我们要爱惜我们自己的玩具，我们也要怎么样跟别人来分享。那另外，我们不一定都要买新的，我们也可以到玩具转运站找到自己好的好的玩具。我名为台北市幼儿补助交流中心，会免费顽固组织服务，长期以来受到民众的喜爱，平均每冬会当借出40000外分，和2600外位有囡仔的家庭，而且新增加顽固交换服务。十月底为止，已经累计交换出2785件顽固，总计已经达到7660公斤的减碳量，等于为地球种下600丛的树啊。佮透过交换顽固，向伊使用初代码，生出减碳未来。记者曹登华台北报道。